Jason Key， 喂，可以不要拍我？Oh my god， 这是前面。好累，好累。记得要订阅哦，打开小铃铛。大家来猜猜这是谁的家啊？我今天是要来拍摄的。他就是我今天的 photographer Jason Key。喂，可以不要拍我吗？好多内裤哦，都是等下拍摄要用的服装道具。等下可以试来的。Yeah，SM 这么来的就是 SM 哦，这种是 impression。OK 啦，我也喜欢轻微的啦。这是等人来解开的内裤吧？这是前面还是后面啊 ？Oh my god， 这是前面。这是 JJ 马里布的 crop top。Oh my god， 我没有试过穿 crop top 哎，好兴奋哦。对，我也累。
要。如果想看更多照片的话，可以关注我或 Jason Key 的 IG 哦，拜拜。